OK 啦，来。好，来啦！王振富即将抵达我们的记者会现场，谢谢，感谢各位来到天道的第一场官宣记者会，耶，帅！好，我们先请那个王振富来到我们的，他先整理一下吧。好，帅哥要脱安全帽了，脱到安全帽的时候，我们给他一个欢呼的掌声。帅哦，太帅啦！帅帅帅，好帅呀！好，我们先让那个王振富在我们的这个赛车旁边单拍一下照片，好的。好，帅帅帅帅帅，帅到安全帽都掉地上了，好。来，我们先请那个帽子拿着，好了，帽子拿着，哎，拍个照。好，两位。技师先稍等，我们让王振富先在我们的这个赛车前面来先单拍一下，抱着抱着抱着，哎，三位这边请看这台。然后因为技师旁边只有男生不好看，所以我们等下两位拉拉队女孩苗可丽跟陈佩琪也上前去跟合作一下。好，先脱裤子。好，辛苦你了。好 ，OK。我们两位一起跟技师也一起合照一下好不好？对他们。香车电风美人啊，对不对？是这样讲。好啊，技师好开心的，终于可以有人照。那我们是插中间吗？当然。插中间。佩奇，佩奇来这里，对。快点，那我们先负责左手边。对对对，没挖住，没挖住。谢谢技师，谢谢佩奇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我们这里哦，这里哦。